口成章，表演者张九南、高简成，有请。穿的什么颜色？我穿的什么颜色？你管着吗？怎么为什么老是男的问我这种问题？女的问合适吗？哎呦哥，没有下限。我说。不是你让我脱，你就想看是吗？大哥，是你没有吗？你非得看我的。内裤啊！啊，对，我没说别的啊。你以为什么呢？你死变态呀、啊、你！二楼那讨厌点，我看那穿那个蓝白条那个吧，是不是？还是黑白条啊？刚才给我起哄那个，让我脱那大哥，嗯，是你不？黑白条，是你不？没有。看见你楼层没说对。我跟你聊的是楼层的问题吗？是不是你喊的刚才？你们还挺横啊你！你哪？硬汉！我要你连个屁用都没有！我就不爱听这话。你跟人家你说不过人家，你说我。我让他问彩虹，你在旁边你跟看着，我不看我怎么管不鼓掌啊？你什么都不，你就在旁边吃饭。我让你干嘛了？就在这儿。我不说相声吗？你说了吗？没呢。你为什么不说？等你呢。我让他欺负了。让欺负我啊！就刚才鼓掌行吗？怎么了？你就不会骂他两句？凭什么我就听你的呀？我是你十年搭档，你帮我骂骂他。十年搭档怎么了？你帮帮我就不行？我帮你，你帮你。哎，那你能帮我吗？我怎么？你有什么事我不帮你？这么着，哎，比如说，我要是掉粪坑里了，你能不能救我？救你啊！我吃完。不能救我？怎么不能救？救你一定救你。能救是吧？啊，例如把我救上来之后，立马得救人工呼吸，你救不救？呼吸吸。哎，你给我做不做？做。拉倒，你就被吃屎你。吃也吃，你也救行吗？先救我，先救你再吃。大行了，大行。骂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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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骂他。你。打车钱我给你报。
哎呦，徐州音乐大剧院赵南坟场，好家伙！不聊了，不聊了啊，不聊了啊！说相声得了，说得了啊，说得了，说回家。别，你跟人聊会儿，你爹都带着坐着。聊会儿。你讨厌你？怎么讨厌？我替你骂他了，我还。他刚多大的像我爹？他上一世是你爹。懂吗？这里还有他妈轮回的事儿啊！这事他是你爹。你爹呢？我爹在家呢。我爹在哪儿呢？我爹在北京呢。你这在哪儿北京啊？那边。脚臭，喊什么？有味儿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吃什么？闻这玩意儿是香的。我们自己都闻香脏吗？谁闻自己鞋呀？你们我。设计好包了，哎，太累了，还是应该听我师傅的。相声演员啊，不应该跟观众朋友们互动。谁说人师傅什么时候出来？师傅在台上他们这样吗？玩你爹，玩你爹的。人师傅长得就面善。你的意思，我长得不像好人？渣男。我长得我堂堂我五官端正吧，谁喊你客人？你敢把手举起来吗？你敢走到这儿来吗？今年不得不说，师傅最爱带的一对，就得说是这个九南哥和这个高晨，对吧？对吧？为什么能力呢？能力在这儿摆着，对吧？关键师傅确实是特别喜欢的。你看，要带着我们就省一保安。经常听师傅教诲，对不对？啊，师傅说什么得经常听。师傅老训你。还演吗？演啊！我上你家打你爹进去吗？我在这儿打你爹去吗？我看你在拍。我们助理呢？把那粉裤衩子扒了。你说的吗？不要玩的伦理人啊！刚才我说是经常听师傅教诲啊，师傅说什么？师傅也经常听你教。我老要送你条啊！不出台。哎，师傅说相声演员到老了，还是应该多学习啊，一些文化、一些知识的才对。哎，您像我啊，平常跟你们这么台上台下来回骂，这是我本意吗？不是，这都是我都是被逼的呀。只会这个，我今儿让你看我的能耐，你这个死下巴，下臭双下巴，我让你看看我的智，你上过勺吗？我们就看你又把他惹急，我骂他了啊，敢跟他辩语。其乐融融了。
么？跟我急，我把人家骗了。刘洋，我问的你一个问题。你问你问什么问？我问的你爷爷你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上过学没有？上过学。哎，上上哪？你上过？你上你什么学历？我上好几年的。你说你上的什么学历？甭管什么学历，上你甭说你上好几年，你说什么学历？上，你有证？你那证上写的是哪儿？什么证？天津幼儿园，对吗？不，幼儿园不发证，直接拿户口本就往上上。你有证？你什么学历？我身份证。你是我问你学历证？什么学历证？你问我呢？我不要这玩意儿，这没用。你上过学没有？包海上过学？你上过学没有？我上过学，上好几年。上几年？好几年的。你说几年？我上的红班。什么班？红班？什么叫育红班啊？都没上过。什么叫育红班？多少人在那读书？是傻子凑一个班儿也教育？小孩上，小孩上那个。什么叫育红啊？这怎么屁股蛋红了是吧？上学，这真正上学之前都上过的，语文班还得上三年，就小学三年级呗。一年级上一年，二年级上一年，三年级上一年，四年级、五年级、六年级、七年级、八年级、九年级，对，初三呗。初三我上来的。你参加中考了吗？什么叫中考？完了吧，死胖子，完了吧！考了初中不是吗？初中考，小学我考完了就上初中了。统考，不是统考，统一考试，你考了吗？就是一块考的，好些孩子都坐一班里头。中考，初中，对我上来就考了。我问你，中考了吗？考了，考了初中。熟了吗？拿炉子烤。好家伙，这一半天费死劲了。你初中上学时候，你好好学吗？好好学来着。你初中你有物理课吗？有啊。化学课有吗？有啊。化学研究什么的知道吗？化学知道吗？化学研究药的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没吃，不背。元素周期表会吗？会。说。
我对这些文化课我是非常喜爱。你看，都不知道这个，你还喜爱呢？我就学习这些。你说两句就对了吗？我，你闭嘴行吗？你让我自己说相声行吗？我暂时不用你捧哏了，好吧？累死我了，不想学了，不是好学的。我对文学方面我是比较喜爱。我小时候最喜欢就语文课，语文老师爱我，爱的跟亲爹一样，知道吗？最喜欢语文老师叫牛顿吗？不搭理你啊，你自己装自己的、啊、我就喜欢语文，对不对？咱们中华的文学，中国的文学那博大精深，那小时候首先学四大名著，对，问问你哪四大名著？你看，问问四大名著牛顿没有吧？肯定没有，牛顿是外国人说四大名著，四大名著三国水浒西游红楼，对对，我最喜欢三国演义。谁不喜欢三国多好、啊、好你看过三国吗？看过。最喜欢谁？三国。最喜欢哪个人？哪个人物？1476个武将，你最喜欢谁？不是，你不对，你查去，知道吗？我上台前我也是懵的。我喜欢关羽。俗。怎么又俗了？关羽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关羽你认识吗？认识，一块坐过车，吃过地锅鸡。满意了？满意了吗？三让徐州的事你看过吗？三让什么您呗？徐州。三让徐州啊，因为一碗地锅鸡引发的战争，是吧？没看过。孙权说：“背，你把徐州给我吧。”不行不行，没有徐州我怎么吃地锅鸡呀、啊？还学了，他妈个屁啊！关羽行不行？你为什么选关羽？因为关羽坐在树底下被一棵树。是啊。你我要替中国9年义务制教育消灭你！关羽忠义呀。忠义。忠义。对于忠义。对。但是武力不是最高的。不最高。武力最高谁？哦。吕布。吕布。吕布是吕布吗？你甭老练吕布，知道吗？吕布，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。对，方天画戟，专捅义父。对。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岂能郁郁，久居人下。好。明白了吧？没事上三街。是不是？不是说没事就上三街，明白吗？问你个问题。问你问题，比方说有一天你穿越，你回到三国时期啊，只允许你挑五个人，哎，你征战三国，你选哪五个？你挑五个，赶紧挑，快挑啊，挑，关张赵马黄，俗，上英，俗，哪个俗啊？跟我的，孙二娘，大乔，小乔，貂蝉。怎么？还差一个？差一个，选一个华佗，给我调养身体。你得续得上啊，对不对？要不又一礼拜嘎你又回来了，明白了吧？研究研究文学，这叫文学呀、啊？别的啊，成语，草船借箭，对吗？对，草船借箭，你讲讲、哎、是不是？讲讲草船，什么叫草船借箭？草船借箭怎么回事？草船借箭谁借？诸葛亮管谁借？诸葛亮管曹操。对，借了多少只？借多少只？一床只。他就不认只，人家都打了10万只。对，多少？其实就借了一只。为什么？这只是用那只箭的，他是误打过来的。他本来想射苹果树的。大家都有，为什么？大家都有大。
一兄弟叫张飞嘛。对啊，张飞的多莽撞呢，知道张飞吗？知道，后汉三国的事儿，多莽撞人。想不到我还想十点半才结束这个演出呢，好吗？你别穿，我现在给你上课。上课，你半个小时就想结束，上课还四十分钟呢。上个课，《水浒》看过吗？《水浒》看过，《水浒》行吗？行。《水浒》对写的谁？宋江。为什么？宋江坐在苹果树底下。啊、他招了一些兄弟去打仗。别说话了啊！嗯。对写谁？宋江。小人，及时雨。小人，小人，人都喜欢宋江，宋江就是小人。怎么小人？喜欢的东西低俗。怎么低俗？喜欢什么知道吗？什么？你猜猜，你说说。苹果。呸！喜欢就宋江喜欢丝袜。你这不胡说八道！你看，宋江跟谁关系最好？李逵。怎么叫他？你这黑字，你这黑字。演绎知道吗？咱说的是成语。水浒传你找一成语给我说出来。水浒传找一成语。三过家门。甭说了。你说。我不说。咱就说，我就讲的是成语，明白吗？你这你成语随便说一成语现在。成语随便说出一个。再说我还想要打你啊。打你。你爱吗？哎，您要再摔小粉，哎，小包粉裤衩子，你跟那个小猪佩奇一样，非得跟你摔成语。嘿，宝贝，嘿，宝贝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猪九成啊，这是我爸爸住那。那是一个平等吗？这是我儿子张可君，他最远的事就是叫泥坑。啊，你要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成语来，什么成语？狗急跳墙。成语，成语对不对？中国的成语，啊，这多大精神？多了啊！成语分格式，知道吗？格什么格式？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懂，呸！什么叫格式？比方说 A B A C， 我说中国成语，你说什么字母啊？ A B A C， A B A C， 它就是格式。你告诉我，哎，我说的是哪四个字母？多念念。A B A C 嘛，记住了 啊！这四个成，这四个字母有什么共同点？给我找出来！现在快快，都是外国来的。A B A C 里边有两个一样的。A B A A 是一样的，天哪，对不对？俩一样的 A， 俩一样的，分别在第几个位置？对尖儿。上一天换老师，对不对？我不杀老师。四个字母哪是 A B C？ 给我念念。哪是 A 呀？这个头儿。啊，要他们看是这个。你先顾咱俩。哦。A B C D。我念的什么？你说的 A B A C。哪个是 A？ 这样。你这手不对呀、啊！这俩，你把地主收起来，收起来了。这俩啊，不，你是手癌吗？那我没事给你拜观音菩萨，好吗？甭玩了，找着着了。A 两个 A 啊，就是说第一个字跟第三个字是一样的字儿，这个成语的格式。嗨、哎，你早都不说分明白了吗？你明白了？我第一个字跟第三个字一样。你随便说一个，我听。举个例子。举例子，说一这样的成语。一模一样。五香五色。嗯。哎。怎么样？还能再来一个吗？好，再来一个。五色。美轮美奂。瞎说八道，还
还有别的格式。还什么？你看啊，你比方说这个 A B， 非 B。大哥，你听完了题，你那答题，你那叫 A B C D 格式的，粉色裤头啊。A B C D 嘛，都不一样嘛。A B C D 粉色裤头嘛。我要是你过去给一嘴巴，然后我裤衩敲他脑袋上。之前诅咒他一辈子秃顶，秃顶，秃顶。他这两边不行。那是 M 口是不是 ？M 口好就走。我跟你聊什么呢？A B C D A B C D 什么意思？什么特点？就是第二个跟第四个一样。再来举个例子，这就事论事，可以，对吧？再来，得过且过。再来，你考我啊？你说俩我听听。劳斯莱斯。哦，上面先来个好车。帕拉梅拉。工商银行，这不是 I C B C 呀？爱存不存呀？对不对？那你要这么说，我还能说。你说，尊重点度。
见了酒，接着你所说的，接你这个男男欢女爱，爱爱搭不理，理理四当三，三三四五六，六六七八九，九九加一等于十，十分没有。这名字不说了啊，让各位说一个字儿，你接一接呀、啊。观众朋友挑个，嗯，知道说完没好？对。好、啊。啊，哎。我也不对，我刚才都听见了，这个字儿非常的好。狗。狗。那手手给你撅折了啊，得住了。接。狗接。滚。狗接。鼓励鼓气，我答应了。我一跳墙，我俩行。强人所难，难。男欢女爱，爱搭不理，理理四当三。但是我不行，又有数目字了吧？加九五六，简体的。六七八九，甭来这套，不许再说数目字了，不许再说数了啊！要说呢？再说，我再说，我改了你。强，嗯，强，那从强字开始接，嗯，强颜欢，不是，那行，狗急跳墙。哦，没有数字。强颜欢笑，啊笑，笑口常开。开花结果，果果然如此，此此地没好人。人才辈出，出追使我出口之日，日累月积，积少成多，多愁善感，感慨万千，千古绝唱，畅所欲言，言过其实。再找点这个男的字不常见的，谁说的？
嘚嘚的嘚啊，三句啊！